미미. 我以为你把今天忘了，对不起啊。那哪能呢？你老公可是最懂你的人了。这个准备了多久啊？多久？我就下了趟楼啊。骗子！这还买个粉色。 没发现你文笔还这么棒啊！哎，这也不能代表你老公的最高水准啊。这话你也说得出来，这不害臊？哎，媳妇儿，你觉不觉得找一个懂你的人特别不容易？ 你喜欢哪一种啊？随便。这个好像也不错，不过好像可以试试。 我不会。 男女交往的危险讯号。
意，男女双方交往过于频繁。第二，双方交往带有隐秘性。第三，看见对方与别的异性同学往来，就会心生不满和嫉妒。第四，不知不觉，对方成为自己的牵挂。想给你买周杰伦新专辑，谢谢你给我补课的。书本里说的男孩，终有一天会变成男人，变成别人所期待的样子，这很容易。就守着他的坚持。赵乔一的逻辑是，不喜欢不可以当面说。他还教会了我一个更加奇怪的逻辑，喜欢同样不可以当面说。费特春，你喝多了是什么样啊？你觉得一个男人喝多应该是什么样？咱们睡吧。我觉得怎么也得是力拔山兮气盖世，人生得意须尽欢，莫使金樽空对月，最差也得是我欲乘风归去，又恐琼楼玉宇。孟哥，现在已经两点了，我们今天玩了一天，你又喝了酒了，你再不睡会对身体不好了。合情合理，那我去睡觉了。